大家好，我是 Jack，谢谢大家关注我的视频。今天继续填坑，介绍一下大厂面试的基本流程。首先，之前说过要介绍算法，但是我觉得要介绍算法之前，至少要讲一下面试是怎么面的，然后这样才能够搞清楚学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对吧？所以，看一下基本流程啊。一般基本流程是这样，就是首先你要申请，申请通常是你到各个大公司的网站上去找就可以，然后也可以在 LinkedIn 上去搜一搜。基本上是这样。如果你以前没有大厂经验的话呢，他们通常这个入门的门槛是比较高的，所以很有可能你申请了，自己申请了之后呢，他们不给你面试机会，就是 HR 根本就不理你。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找人内推。这就是为什么说呢？之前说这 IT 到底是这个技术还是圈子，就是你技术再好，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大厂经验，没有人内推你的话，有的时候这个门槛就过不去。所以说需要积累一点，多多少少积累一点人脉吧。然后第二步就是。如果给你面试之后呢，就是一般这个大公司接受到这个申请之后呢，他给你面试，之前会有 HR 跟你先谈一次话，这个 HR 谈话基本上就问一些大致的问题，通常是你做了多少年经验呢？这个经验啊年头啊尽量往多了说，因为有些公司卡得特别死，比如说他要3年以上工作经验，你说2年零11个月，那他可能就不给你面试机会了。所以说如果你之前能够多说一点呢，就多说一点，当然这是基于事实的评价，不是你去造假嘛。然后。HR 如果跟你谈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 HR 基本上不管技术问题，所以说跟你谈的没有大问题之后，他就给你安排这个店面。店面的话，每公司是流程是就是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谷歌的话，它是跟你约一个时间，然后通话电话会议吧，或者用它的 Hangouts，或者是直接电话连线，然后他给你一个那个 Google 文档的链接。就你在这个 Google 文档里直接敲，就是记事本啊，就是 Google 文档记事本，完全没有 IDE，然后你一边敲，对方直接能看到你敲什么。然后这样的话会让你写一些 test case 啊，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流程嘛。但是其他公司就不太一样，就每公司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如果是 Amazon，它自己有一套自己的 online assessment 系统，直接登录进去去答题，里面有点类似于 LeetCode，但是 AWS 的那个或者 Amazon 的题库吧，我觉得有些是故意挖的坑的，所以有些时候如果 test case 不能完全过，你也不用太介意，它是有点坑的。然后像有些其他的公司可能用那个第三方的平台，比如说用 HackerRank。然后你进去之后呢，实际上就是一个面试答题的这么一个过程，里面也是类似于 LeetCode 的，但是，不同的平台会有不同有一些差别吧。像 HackerRank 这种，它是有那个 console，就是主程序入口，就是 min matter 入口的。然后有的时候你需要自己写一些那个 input 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是 LeetCode 这种的话，因为你比较熟悉的是 LeetCode，LeetCode 通常是没有啊。比举个例子，LeetCode 是很干净的，就是这里是没有那个min matter 了，因为它把那些东西藏起来了。但是有些平台它是有的，所以说你最好也要熟悉一下那个，比如说你面试用的语言，比如说 Java 的那个，min matter 的怎么写，就主程序入口联怎么写，怎么去打印出来，怎么去通过这个打印过程就把那个 console 打印出来去 debug 这些流程最好熟悉一下。通常来讲呢，我觉得用代码面试啊，就是纯粹写手撕代码，没有 IDE，没有提交去跑通的话，和这个跑通各有优缺吧。就是跑通的话呢，它可能会给你一些额外的提示，这样，有了这些提示，你可能这个代码。就是就是能够帮助你理解这道题。然后如果是纯粹手写的话呢，有一个好处就是纯粹手写，然后不需要跑通的话，不需要调通的话，这种好处就是，你写的代码基本上大致的逻辑对了就行，你不用去特别抠细节，因为有些代码吧，你可能很难保证一次性的写对，然后可能会多多少少有些细节上的 bug。如果这个 bug 刚好你今天运气不好，很麻，就是调通起来很麻烦，就可能会非常耽误时间。就如果他要求你把这个代码跑通的话。所以说这个各种情况都有，建议呢，在练 LeetCode 的时候呢，争取就是因为大家都说你争取一遍对啊，最少争取一遍对，但是实际上非常很少能够直接做到一遍就能写对的情况，所以说就是争取吧，而且练一练 debugging，因为如果对方要求考你，要求你把代码调通，然后去跑一些 test case，那么你这个代码细节没法修好的话，面试有可能会受影响。然后店面之后，一般公司会给你安排那个，就如果店面过的话，一般公司会给你安排 onsite。大部分公司就是大部分大厂吧，都是4到5轮，基本上是2到3轮的算法，2到3轮的算法可能跟店面的这个过程差不多，就是，如果店面他要求你写代码，但是不同公司不一样，就是我的理解是 Google 的这个店面和这个 onsite 基本上差不多的，都是那个给你一个记事本或一个窗口，你在那写代码，然后并不要求调通，但是 Amazon 是。店面是它有自己的 online 的那个代码需要跑通的系统，但是 onsite 的时候呢，Amazon 好像是不需要跑通的，就是把代码写出来跟面试官讲清楚就行。然后其他的公司我有遇到用 HackerRank 去要求你调通的，每轮都需要调通，这个就是稍有点麻烦，就是万一你写代码的时候，有一个 bug，就刚好不巧你有一个 bug 没有注意到，或者紧张了，这有可能就一下子卡在那了。
然后算法之外呢，会有一轮系统设计。这个面试的顺序是不一定的，有的时候可能是算法放在前面，或者系统设计放在前面，取决于它这个面试官的 availability。然后系统设计以后有机会再单独说。之后呢，通常会有一到两轮的 behavior。behavior， 基本上就是问你自己的这个做事风格吧，跟他这个公司的那个风格是否搭配，或者是否搭。所以建议你，在面试之前呢，一定要研究一下这个公司的那个，就是他的风格或者他的那个理念嘛。把这些东西搞清楚，然后你再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呢，针对性的去答一答。所以这个总体流程基本上是这样的。然后下面说一下这个面试的时候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第一呢，就是面试题基本上你必须做到见到题目马上觉得有思路。因为在面试的时候，通常你不能冷场，你不能像自己去写 Lead Code 一样，你一边写一边改，然后或者一边写想个几分钟之后有了思路，然后再开始写。这个在面试当中应该是减分的。通常来讲，你见到这道题之后呢，你要先去分析这道题有哪些东西，然后大致是用什么样的算法，然后就开始写。写的过程中呢，一边说思路一边写。然后如果万一你中间发现有问题呢，你可以跟面试官说，我这个写到这里发现这块不对，我觉得应该怎么怎么改。但是基本上是手不能停，口不能停，就是都要一直在都要一直写，一边说一边说一边写吧。如果需要写 test 或者写 debug 的这个过程呢，这可能会稍微更麻烦一点，所以说建议会把就是把可能的这个出现 debug 的常见的这些问题啊，自己多练习一下。追加问题通常是可能是比如说这个算法复杂度是就时间复杂度、空间复杂度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是否有更简单的方法。因为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会有更简单的方法，就是面试官可能就是挖个坑去问一问，看看你怎么想的。所以这个东西要对自己的答案有自信。所以下面呢，我就随便找一道题吧，去演示一下。就面试的过程中，这个算法到底应该是怎么样一个答题的过程嘛？但是因为现在没有面试官，就没有一个交互。通常来讲，面试官给你出题之后呢，你需要去问很多那个 elaborating questions， 就把那个细节问清楚。因为他很多题出的时候啊，题目出的时候是给你挖了一个坑的，你如果不问清楚是不行的。但是像这种 online 的 test， 就是它有一个很长的或者有一段比较详细的题目描述和这个值的限定范围吧，这些东西已经是事先告诉你了。这道题我之前也没有做过啊，就是随便打开了这个页面。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个题目描述会有很长一段。然后通常面试官可能就把前面这些故事给你讲清楚。讲清楚之后呢，你首先最先要问清楚的这个 elaboration question， 就是下面这个 notes 这些地方，就是这个数据范围可能是在什么范围。比如说这个 range， 这个 port range 是0到10的九次方，就大概是整个integer 的这个整个这些整数的范围了。然后 query class query row 是在0到99，这些是你需要在就如果面试官一开始把这题说之后呢，他没有讲这个数值的具体范围，你一定要问清楚。当然这个后面还会继续说一下。因为这些东西是涉及到算法复杂度的，就是如果你在这块有这样一个提示的话呢，就大致能够知道这个算法要用什么样的怎么说呢，就是大致知道这个算法需要达到什么样的复杂度。比如说这个数值是达到10的九次方，那么基本上就从 Lead Code 的角度来讲啊， Lead Code 基本上你要想跑通的话，大概就是100万次吧，一亿次吧，就是最多撑死了跑一亿次。所以说十的九次方大概就是一亿次。如果你的这个运算的数量级跟这个差不多的话，基本上是超时的。所以说如果这个 input 的这个数量级啊，就数量级比较大的话呢，有可能实际上是在提示你这道题可能有就是复杂度更低的算法。所以我们回头看一下题啊，看一下这道题是什么意思。这道题我就把大致意思说一下，它的意思就是你有一个香槟的酒杯的这么一个堆起来的这么一个三角形吧。第一层一杯，第二层两杯，第三层三杯。是大致这样一个逻辑。然后呢，第一层这个一杯堆满之后呢，它会等量的向下面两杯去流，然后以此类推。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第一层到第二层这个其实是好办的，因为它是相同的几率往下流。然后从第二层开始往下流的话呢，这里面就有问题了，就是那个它其实是这两头，就中间的这个会把中就是左边这一杯的右侧和右边这杯的左侧会同时落到中间这杯。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中间这杯接收的速度会比周围其余的两杯那个速度要快一些。然后它这里面就说你有这样一个酒杯堆起来的这个三角形，因为它这块说了这个 query 的最大数量就可能是0到99。那也就是说这个最多是有99行嘛 ,99行这么多，就是有100行。sorry, 是100行，就是0是第一行，然后之后是最后一行，它在 array 的那个 index 上是99。然后问你当把这个当你泼了多少杯之后，比如说泼了100杯之后，然后这一行当中的这个装酒的数量是多少。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例子啊，就是 example 泼了2杯之后呢 query 一第一行，然后2杯之后 output 是 0.5。需要确认一下它的 return value 到底是什么意思，是0到1是吗？
就是 refer to class pending to the top of, to class pending to the top class of the tower, which is index 00, 就是在看题的时候啊，就一定要把题意理解清楚。如果题意理解错的话，这就错的非常冤了。There is one cup of excess liquid, class is one. The each will get half cup of champagne. And two outside. Some champagne is poured top. Any excess champagne will fall equally to the left and right, and so on. The glass, for example, one cup. After four cups, for example, now after pouring some, it returns how full the J's level. 所以他回答的这个数呢，其实是我的理解啊，应该是从零到一的，就是这个值是从零到一的。比如说第二层有两杯，如果两杯当中只装了一半，都各自装了一半，那么它的负的这个程度就是0.5，就是两杯当中装了一杯的程度的话，那么它就是0.5。所以这道题其实是写的是一个 medium 题啊，其实是我觉得是基本上达到考试的这个面试难度的一个题目。因为它需要首先我的理解，它应该是一个 dynamic programming， 类似于 dynamic programming 的题。但是如果是 dynamic programming 的话呢，这道题有可能算法复杂度就太高了。因为它每破一杯的话呢，需要整体重新计算一次，所以说这个算法复杂度就有可能太高了。但是考虑到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一共只有100肉。首先我其实说的意思就是我考虑这个 pour 的这个范围。pour 的范围他说了是0到10的9次方。0到10的9次方。所以说这个范围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因为我发现它只有100肉。100肉是多少？ 100 肉就是1加上100乘以100除以2，对吧，就等于是5050，对不对？101乘50 ,5050 杯。所以说这个大概可能就是交到了10000杯左右吧，可能就都满了，有可能是这样一范围。所以说实际上这个数就如果超过某个数之后呢，它可能就全都是满的。因为其实它即便超过了100行呢，因为我不 care， 假定它其实超过100行哈，所以说这道题有可能是用一个类似于 DP 的一个方法，就是 dynamic programming 的方法，当前泼了多少杯的这个状态记录下来。所以说我们就写一个数组吧 ,DP 数组。这个 double 是一个 DP 数组，记录每一行的一个状态。然后它是一个等于 new double。所以我们有多少行呢，是100行，然后每行有多少杯呢，是100杯。是这样。但是呢，其实我知道第一行只有一杯，然后之后以此类推增加。然后下面就是我需要一个算法，是怎么样，是这个 void pour。这个函数是能够把这个比如说把一杯泼到那个下面去，泼到那个这个阵列里，这个 DP 的那个数组里去。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pour one glass， 它有可能大概重复到10000次左右呢，可能就满了。有可能更多一些，现在不是特别确定，所以说先暂时定到这里。所以下面的过程就是第一杯、第二杯、第二杯、第三杯，就是要确定这个香槟是如何从第一杯往下，就从第一肉啊，从第一行怎么往下面传导。就是比如说我第一次泼满了第一杯，然后之后呢？第二行的第一杯，第二行的两个杯子是零，然后我怎么把它传导下来？比如说我再过一次就是0.5，0.5。但是在数学上我怎么，或者说从代码逻辑上怎么把这个过程描述出来？为了实现这个逻辑呢，我需要把我觉得应该是一行一行的这么来，就是比如说第一次我泼了3杯的话呢，我确认一下这个算法是不是合理的。就是假如说我第一次泼了3杯，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那么第一杯会被这行占，就是被这一杯吃掉了，因为第一杯你需要占掉一杯。比如说我泼了3杯，然后它要3-1，就3-1向下去传导等于2。然后现在等于2的时候呢，就是每个 0.5 每个杯子分别得到一杯的这个量。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他们俩就满了。所以这道题应该是一个DP 加上一个 DFS 的题吧。或者是 BFS， 因为我其实是需要按每一层去向下去考虑，就是每一层我算出来每一杯得到多少，然后它能够向下去分多少，是这样一个流程。那么知道这个，就把这个数学逻辑想清楚之后呢，基本上就知道是怎么事了。
所以说我用这个表示它的行数，然后这个 c 表示它的列数，然后这个 double 表示 amount。对。然后下面我应该是 for， 我这个还是就叫 for 吧，因为它实际上就把总量给过进去了。首先是对零零过整个这个 double for 了，这样的话就是告诉我，这个算法这样的话就是把总量过到第一杯当中去，所以说它做的事情就是那个什么呢，就是dprc 等于 amount。然后怎么办呢？然后然后下一步其实我是需要看这一行是否有足够的量给下一行去用。所以说我会发现这个看一下 query row query glass 啊，它要看这一杯这一行的第几杯是多少，是多少量。OK。如果是到这里的话，其实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其实第二行的这个量仅取决于第一行是什么，就是我其实不用再管之前的这些数了，所以说我其实这个 DP 是没有必要从设成那个从零到一百，就设成一个方阵，实际上就设成一行就可以了。那么按照这个思路的话，其实我就是说把设一个 double array， row 等于 row 等于 new double 一，然后 next 暂时先不设。然后呢，这个 row 表示当前这一行，然后 next 表示下一行，然后 for int i 等于零，然后 i 小于 query row i 加加，然后就是从第零行开始，但是第零行其实是边界条件，就是所以说我们应该是那个 row 零等于 double word。就是说把先从这个 DP 的边界条件去走，把这个 DP 行先填满，填满之后呢，我们就是看下一行了。然后 next 等于什么呢？ next 应该是 i 加一的数量，对吧？就是每次 next 这一行其实比 row 那行多一行多一，就是应该是 i 加一这么大一个这样一个数度。然后下一步是什么？ pass row to next， 它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转移。这样的计算其实是一个就是 for int。j 等于零 ，j 小于 row 点 length， 或者 j 小于 i 吧，其实就是，然后 j 加加，然后怎么办呢？然后就是这个 j 是 row 的 index， 然后每一个 row 呢需要减掉一，因为它要把这一杯填满，如果填不满的话呢，它就不会往下传递了。所以说我们下一步做的什么是 if row j 大于 ed， 就是大于e double， 然后怎么办呢？Or to the next row, and else， 就如果没有比这个多的话呢，就其实它就不用做了。然后它向下传递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的 index 是零，那么就是零和一，一的话就是一和二，零一二，对的。所以说，它往如果大一的话，它就是以50%的概率，就是一半一半的数量往下一行的那个 j 和 j 加一去传递。所以说，double half 应该是0.5d 乘以 row。减去 ed 对吧，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我的下一行 next j 等于加等于 half， 然后 next j 加一加等于 half， 这样就是完成了模拟的这个从 row 这一行的 dj 杯然后传递到next 这一行，然后经过这一系列的计算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让那个 row 等于 next， 就是把这一行往下传递下去。然后现在需要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结束的条件是不是 query row 这个算完之后就可以了。我想想，如果 query row 是一的话呢， query row 是一的话是怎么样的？对，是不行的，就是这个编辑条件是错的，就是 query row 如果是一的话呢，一定要做从零到一做一次，所以说必须把这个条件设成 i 小于等于 query row， 这样才能够保证这个算法执行是正确的。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 return 吧。Return 什么呢 ？Return query glass， return row query glass， 我把它 copy paste 过来。glass 就是现在检测它是否大于一。
如果它大于一的话，它就变成一，因为它会往下面那层去流，否则的话呢，它就是 class 这么多，所以说然后就是 return class。我觉得现在这个逻辑基本上就是对的。这道题呢，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你说是 DP 也行吧，然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 BFS 这样一个题，就是从算法来讲，它是一个 DP 或者加 BFS 吧。但是首先你需要在数学上把这个逻辑先分析一下，就是你是一杯一杯往里浇呢，还是把所有的都放到一开始然后往下传？其实从第二个思路上看，就是把所有的都放到一开始往下传的话呢，那么其实它就是你只需要把这个 query row 这么多去算一遍就可以了。所以最大的复杂度大概就是query row 的平方。所以说这个 time complexity， 大概就是 O query row 的平方，是这么一个范围的。确认一下啊。每一个算一次，对了，基本上是 query row 的平方，就是每一次 row 然后算一个对应它的 index。所以我现在就是在真正的面试当中呢，下一步就是你要做一个遍人肉检查了，就是你需要人肉把这一个逻辑跑一遍。就比如说我现在啊，就是这个通常模式，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拖了四倍，然后这个数算出来对不对？首先我们考虑一下，我一开始有一个 row 数组，然后它初始化为零，然后我这里给它拖了四倍的话呢，然后我们需要一开始四的话呢，我从 j 等于0到 j 等于0，从 j 等于0到2嘛，因为是 i 是1嘛，所以说不可能更多了。然后从 j 等于0开始，然后我发现它这个 half 等于 1.5， 所以说第二层应该是每杯得到 1.5。 然后再到下一层呢，就是就这里我把 next 和 next j 加1设置完了，就是第一层第二层每杯得到 1.5， 然后 row 等于 next 继续往下循环。然后这次我们设 next 等于两个 double 的三个 double 的数组，就是 i 等于 2， i 等于2的数组。然后 next 实际上是三个 double， 然后这时候我们对两个 1.5 分别进行那个计算，就是 0.5， 所以这 half 应该是 0.25 吧，就是每个 half 等于 0.25，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是 0.25 0.25 0.25 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假如说我 query 的是第二行的第二杯的第一杯的话，这 index 是从0开始的，那么这样的话应该是 0.5， 所以这个数应该是对的。OK， 那我们再考虑另外一个 case， 就是比如说我直接拖了十倍进去，然后第一行的 half 是多少呢？第一行 half 是 1.5， 然后不是 1.5， 是 4.5， 然后第二行得到了 4.5 4.5， 然后这一行的 half 是什么呢？就是 half 等于 3.5 除以2是 1.75， 所以是 1.75 3.5 1.75。 如果这样的话呢，我再 query 这个第二倍的话，第二行的第一倍的话，那么它就是1了，因为它是大于1的。所以这个算法应该是对的。我们跑一下这个 run code 啊，就是有些面试当中你直接就是一个 run code 就可以了。然后比如说这里我们直接把它这个在另这个 lead code 当中，我们直接211也能跑，就是增加一个 test case， 这应该算都是对的。所以这时候你如果对这个算法基本上比较确认了，就可以 submit。对，当然通常来讲就是你是算一下那个就是通常来讲。你实际上如果他给你这个 debug 环境的话呢，其实你直接去保送这个 case 就可以了，然后去用这个 submit 或者 run code 的方式去 debug， 去确认你这个代码当中是不是有语法错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算法是一毫秒，然后 faster than 100%， 但是 memory usage 有点高， memory usage 只战胜了 25%。 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面试当中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形态吧，就是你面试的时候呢，这道题我之前也是没有见过，所以说那个我是第一遍做，所以我也不可能保证我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呢，给出的想法一定是对的。就是一开始我是觉得可能要把它写成多个函数，然后每个函数去完成这一次，就是从这一行到下一行的这个 rolling over， 然后一倍一倍的过。但是写了之后马上就发现它不是这样的，就是我应该是把所有的东西假定都泼到第一杯里，这第一行的这一杯里去，然后再往下去传递。即便它超过一呢，我都要继续传递。这样的话发现它是一个更高效的一个算法。所以说你在面试的时候很有可能遇到一个新题，不能保证第一次的第一直觉百分之百正确。但是大概前几分钟呢，你是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做一个更细一步的拆分的。然后拆分之后呢，就按照你认定的这个算法去写就行了。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吧。当然那个面试的过程中呢，你需要用英文把这个整个流程去说一遍，就是一边写要一边说。我现在只拿中文去讲，如果你这个对用英文去描述这个过程不太熟悉的，你可能还需要去练习一下。所以今天呢，回到我们这个 PPT， 就是把这个算法面试的基本的这样一个流程呢，给大家说一下，让大家有一个大致概念。这道题的难度其实也就是就如果你没有见过的话呢，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点小弯，你需要一开始去想一下的。大概属于一个中档偏下的一个水平吧。可能会面试一些就是美国的公司，我觉得这道题的难度偏低了一点点。因为它是一个非常
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一般会难度再高一点的题呢，会要求你用到，就是你可能会用到之前讲过的那些算法当中的某一个，然后会稍微有一些变体。这道题整体来讲呢，更像是一道怎么说呢，就是更像是一道数学题，但是呢，它要求你对这道题的本身的这个背后的逻辑有一定的分析，有一点点思考吧，然后才能够把它那个顺利写出来。所以说，如果是面试多人的话，有可能会有其中一到两道题是这样的一个出题思路。好的，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面试的这个流程和面试的过程啊，就是面试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分析这道题，怎么一边写一边说，把这个过程去演示一下。就是大家如果面试的准备这个面试的时候呢，尤其到后期你也要按照这种方式，对，尤其是对于那个没做过的题，你要也尝试去一边说一边写，看看你能不能把这个流程有效的跟那个面试官沟通或者描述出来。好的，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请那个点赞订阅，然后转发一下吧，谢谢。